挥汗如雨，而且面对时间紧、预算紧的企业家，如果你的状况再加上各种文案和账单要处理的话，你就得看这个视频了。我们知道写文案做广告的您正与时间赛跑，以确保每一个文案和广告完美无瑕。我们也知道高昂的视频和图像制作成本让您苦恼不堪，而今我们为您揭开了解决之道。用 AI 解决问题，一个要价2000块钱、三个礼拜做出的视频，现在可以自己用少过1000块在1小时内解决了。Using AI for Business 2023，让我们一起分享如何实现这样的效率，减轻您的工作和消费。